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郭艺人朱先生，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。衣服如果起毛球、起拉线要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只要准备一个打火机就可以解决了哦。看哦，慢慢的一个打火机就可以了哦。看到、哦、这个线这么长，这样子这样子来看，啊，注意看这里哦，一下这样就好了哦。烧一下，压着，这样就不会脱落了。一个打火机就可以解决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大家试试看看哦。大家也拜拜。